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佬啊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啊，大佬要来找一台新的中古车啦。为什么呢？大佬以前的车被前女友叫火烧车啦。好，现在大佬整个人生陷入低潮，不想再看到以前的车。我现在想换一台车。但是呢，我这样随便问朋友、问网络、Google， 跳出来都是小师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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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槟榔杯。所以今天一定要来找小师，大佬以后的幸福就看小师了。哎，小师傅 DM 啊！哇，等你很久了。哇，你开场也开太久了。我最近才刚退休嘛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全台湾都知道。对，那我非常讨厌开车。因为我以前开计程车嘛，问江啊，但我现在退休，对不对？想要开一台好车，好车是不是？对，双门的敞篷要不要？不要啊，敞篷淋雨会秃头啊。我本来是想要推荐你小发财啊，发土耳其门敞篷，土耳其蓝。我最近搬家可以用得到。对对对对，然后搬完之后可以卖臭豆腐，干的没塞啦，安的没塞啦，卖乱啦。现在就是要找一台帅的啦，帅的要让女朋友没有女朋友，反正就是我们找一台车让我可以有新的女朋友啊。你这个人你需要靠车吗？我靠车是不需要，辅助，我知道，就跟一些器材一样。偶尔也是要用一些辅助的，对啊。虽然我们本来已经很强了，对。那有时候这个为了要提升那个境界，所以预算不是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就只有一个问题，哎，预算就是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克服今天的问题，所以才来找我嘛。第一台，不然这个好 Z4 好不好？哦 ，Z4 不错 ，Z4 不错，够够消光黑的。Z4 消光灰，消光灰啊，这其实很便宜啊，200多万而已。哎，对，先走了，不行吗？万将，我们预算再降低一点。好，雷克萨斯。双门的雷克萨斯哦，双门雷克萨斯，你知道如果你现在 Google 雷克萨斯啊，对，在那个网络上评价雷克萨斯都是阿伯的亏啦，有吗？我跟你讲，双门的哎，我朋友开雷克萨斯 Lexus 的，对，都被我骂翻了啦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快车道的龟车之神 Lexus 跟 Toyota 啦，龟车之神哎、欸，不然这样子啦，那这个哈、喔，我可能要带你到楼下。我觉得依你这种尊爵不凡的这个尊爵不凡、尊爵不凡气息啊，好啊，哎，要到楼下进口车贩卖部了。这家美派，我阿公开过呢，哎，这72年的这复古车，复古车。哦，小师，来，我们楼下，我们楼下有奥迪的，好不好？哦，小师，你车很多哎、欸，双 B 啊。好不好？好了，一览无遗啦，看是要 C300 啦、E-Car 啦、奥迪 A3 啦，那个 A Class A45 性能跑车我们也有。C300 是绝对不行，为什么 ？C300 加油加300绝对不行，加油加300很好啊。我这个人随便一出去都几千哎，没有在300加满的，加满300绝对不行。然后那个 A Class 这种呢 ？A Class。不行，小钢炮哎，不行，我交女朋友要交1.7米以上，开车要开那个2.8米以上，2.8米以上要够长，对，小车不行，跟我们的行列一样要够长，个人癖好你知道 ，B N W 三系列、五系列我都没办法了，最多就是五系列，我自己现在开5嘛，就是你要5系列以上。那宾士的话 ，C 是绝对不行，太小，至少要 E Class 以上嘛。那你这个是小短腿，我就不行吗？不，小短腿还是可以，不行啊，膝盖还是可以跟脸相见呐、啊。我就没办法，我跟你讲，小车对不对？坐进去我这个整个 feel 就不对，短腿的女人这个膝盖挂上位置不对，不行，挂的位置不太好，没塞，太短。好啦，我早就准备好，我就知道你喜欢长的，长的嘛，长腿妹嘛，长腿妹够长的车可以，我用2台最顶级的，而且不贵。不贵，友情价不贵。我们友情很深就对了。我们友情大概1个多月。不要讲出来嘛。哎、欸欸，其实我们以前就在三立同台过了。对啊，我们同台过很多次了。阿关对不对？对啊，阿关都是我们的好朋友、啊。阿关现在都总监了，我跟你讲。对啊，你俩我们还在这边混，还在那看中古车，一干在卖中古车。我们都要打电话给阿关喝。像话吗？这个是2014年的 E Class。E Class。OK， 好，双门的 ，OK， 非常。你最爱的双门啊，车够长，车够长，长腿妹，好，那这个是顶级的 CLS 350，哦，这是最顶级的，两个同，那不是两个同样一颗发动机嘛？这个叫做轿跑，轿跑，好，这个叫做轿跑，嗯，啊，这个就是真的双门的跑车，哦，好吧，让你匹胖姐，你先驾驶座门打开先，啊，外观啊，门先看一下，你个人喜欢哪一台吗？我个人是喜欢这一台，说实在，你个人喜欢那台？不是、啊，因为新车架不一样。我个人喜欢双门的啊，我知道，哎，无框玻璃，对不对？哦 ，OK 吧？看我看起来应该是很帅的吧？
哇，跟我开波音七四，跟我开波音七八七一样啊，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这是车哎，一样的地方都是，我都习惯开赛车椅哦，我开飞机也都赛车椅啊，对啊，我开飞机就像倾斜90度开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如果我副驾驶啊，开飞机这样子开，对不对？对。技术不好啊，这跟开车一样，有些人开车也是这样开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这种人技术不好，没自信，翻的话，这椅子调很高，这样子顶到天花板这样开，技术不好。哦，对。你看一个人开车技术好不好，看他是不是躺着开，开飞机一样，躺着开，坐得很低，有自信，技术后，特别喜欢这一台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中间没有排挡杆啊，它排挡杆改到这里来。对，它是新款的，小改款改到这边来，没有排挡杆，你知道吗？方便。啊，如果说要翻身的时候，如果说那个开车遇到红绿灯的时候，您的女伴想要做一些乐器演奏啊，我演管弦乐团的啦，管弦乐团想要演奏的时候，方便，没有阻隔，赞，查到，音乐，这有 Harman Kardon 呢，等一下，那我要问一下 HK 呢，你这个 Harman Kardon 是真正的 Harman Kardon， 看里面就知道了，你内行哎，对，啊，你还知道这个东西啊，因为我帮人家。贴过嘛？贴壳嘛？对，外面可以换盖子。对啊，可以帅一下。好嘞，帮詹姆士那个个性的帅气的拍，用个电脑拉长有没有？看他适不适合这台车。看啊，会呢哈。哎呦，懂拍呢。好啦，是不是有没有合你口味啦？可以啊，赞。我跟你讲。车子哦，跟女人一样，第一眼的眼缘很重要啊。对，对，这是真的。我觉得他在等我，他等了我多久？我现在有点难过，有点想要悲从中来的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为什么现在才遇到他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他在这边躺在这边等我等了那么久，就可怜呢。Selina， 我以后叫你取好了，名字取好了。Selina 了对吧？谢谢你等了我这么久。啊，我就要把你带回家了，好，好不好？以后我们朝夕相处了，好不好 ？Selina， 还蛮稳的吧？可以的 ，Selina 不错的 ，Selina 不错。但是没有了，你真的感受一下啦，那不要再节目效果了，你感受一下，引擎应该算蛮稳的吧？看一下，哦，不错啦 ，V 六，可以吧？可以。不是啊，处女座买东西应该算是很龟毛的。我这边非常龟毛，超级龟毛。我家里哦，我所有的衣服啊，都要从厚的排到薄的。长袖拍到短袖，牙膏从屁股挤到最前面，毛巾挂起来要四角拉撑对齐，书桌的书要从高的排到低的，厚的排到薄的。然后我如果去人家家上厕所，对，我看到人家家厕所脏，我帮他洗马桶。对，我要不要到你家去上个厕所？等一下我这边公司先处理。我等一下去上厕所，我就帮你擦干净。我处女座很龟毛的啦，非常非常龟毛。但是这台车我是觉得蛮不错的，有演员啦，可以啊，我很蛮可以，是不是？可以。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嘛，飞官之前是开什么车？你之前前一台到底是什么车？我之前观众没有分享过，我没有分享过。我之前开那个，就现在在开啦 ，B N W 啦 ，M 5真的 M 5 M Look， B N W 528。一三九一六零还太年轻了啦，对，我比较老一点，139有一点感觉，有一点那个复古风了，对，有点，因为139是我们高中时期哦，那哇 M 五这样子哇多帅，差不多，对啊，高中，我高中的时候那个139 M 五是我的梦想车，哇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念旧，就是喜欢的东西我就一直喜欢下去，喜欢吃的东西就一直吃，喜欢的女人就一直爱下去，屁啦，那你现在妈爱不少哎，你528开了多久？在你手上，在我手上开了2011年到现在2024年14年了。哇，那你你真的是念旧，念旧啊，从一而终啊，从一而终，而且这车有一点小状况，我都舍不得离开它，你知道吗？上次一个灰球掐我，还是把它弄好，哪里烧起来了？真的假的啦？没有啦，它就是我很少在开车，我一个月再开一次而已。然后就太久没开嘛，那个方向机啊漏油啊漏油，那夏天又超热，我要打开发动机一发冒烟，呛烟，整个引擎盖没有烧了，冒烟而已。小姐啊，但是就是大凹心，味道很臭啊，整个室内全部都是烟，在市民大道光复北路口，把大家吓到，我妈冲下车这样子啊，坐拖吊车去修，还拖吊车就妈跑了，他妈车就丢路边就跑了啊。
那车怎么后来呢？丢一个晚上啊，隔天才发现没事机哦，没有烧起来，开去修车厂啊。啊，还要直接开去的、啊？对，我就直接开去啊。修车厂师傅以为说引擎烧掉还是什么，做哎、欸，他拿那个管子，你知道水管这样听引擎声音啊。哇，内行啊，内行，内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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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脚开亏亏内诊，然后听不出，哎、欸，你的车很正常，没问题啊，因为引擎没问题啊，是旁边那个漏油啊。后来查出来是发动机漏油，换一个是帮浦搞定了，有保固吗？有啊。一定有保固的、啊，保固多久？保固就是一年嘛，300公尺先到为准。OK， 300公尺，阿林老师300公尺，我他妈开出你红绿灯口就150了。那他有在想哎、欸，别诓我嘛，300公尺出去就要回来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出去试开一下，让大佬干出去试开就超过300公尺哦。没有啦，试开一下啦，看觉得开起来底盘怎么样、啊。好了，我来看好不好？走，我们出去试开一下。很难得可以坐到我车啦。花艺金库。活色天香，温柔娴熟，徐海丽。这直走吗？可以。感受一下 V 六。OK 吧？感受一下 V 六，可以哦。左转。它的刹车不行啊。对啊，刹车要换，要换。底盘比较沉稳的。管子的声音应该也还 OK， 我就有点换挡迟钝。哦，对，宾士比较温一点，比起 BMW 温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哦，对。哎，我觉得男孩子是不是都对双门车会有憧憬？我还好哎。那你为什么这次我一定要走双门？而且我这一辈子没开过双门啊。哦，对啊，我是会，我喜欢双门。啊，真的吗？我喜欢双门，那个侧面的线条比较好看，因为少两个门的那个线。等一下，我发觉一件事情，达到一档。对，他因为他一直卡一档，我要怎样可以让他不要在自排模式呢？因为他是 menu， 他现在是 menu， 我要 auto 模式，算很顺啊，这车算很顺，非常顺，比我的车开起来顺多了。会吗？你的车应该也蛮好开的。我方向盘非常非常重哦，非常非常重。那是因为车老了吧？我的车路感非常非常明显，这车没有什么路感。哦，对啊。你说方向盘上面的那个感觉，对啊，就是路胶一点点凹凸不平啊，手就感觉到，手就感觉得到。这是发动机的声音还是尾管声音？我没有预期它会有这么大的噪音。我这边听应该是尾管，尾管。你后面应该比较大声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嘛，应该不是前面的发动机的引擎了。我当初一定要拿350，就是这样，300多米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哦，所以一定要3500的啦，一定要3000，200不行，250也不行，200不行。没办法匹配我的小钢炮啦。我跟你讲，汽车发动机的大小，对，还有马力，对，要跟你这个男人车主的性能力成正比。所以你是不是都开1.8的？小四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开1.8嘛？6200。放屁！你开1.8的。道奇响尾蛇，道奇地狱猫。我刚一进来就看到一台1.8的车在那边一起立雷啦。其实我开的是电动车。人家这个宾士啊。E class 就是中间一定要有个小时钟 ，C class 比较帅，它圆的，像比较顶级的迈巴赫就是 IWC 的。我谢，我明天就去把它换成 IWC。要塞得进去？没有，那我上面贴 IWC。那不用，你干脆贴 Rolex 好了。哦，贴波音好不好？这车非常非常的顺，非常好。哎，非常的好。极限测试。等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卡的，好吧？底盘也没有。音场，我看到音场，底盘也没有异音，没有。至少还没发现异音啦，靠腰就不要用了。好来了，靠腰，我在那倒车，你在那边给我弄半天，我在拍表一张，跨模啦，跨模好骗啦，慢弯啦，我后面看不到啦。老师的，你们在那我看有没有他们看的呢？这方向盘，不然这倒车档换车档要是花一点时间适应。哦，对啊。你自己说你要怀档的啊？不仅有档在那边，不能演奏乐器啊。OK， 漂也被你漂完了。不要说漂这么难听啊，我也不会，我也不会给你白漂啊。有付钱就不叫漂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看我直播不懂内就是白漂，就是白漂。哎，兄弟们，你们看大佬直播不懂内就白漂，好险我都有。我跟你讲 ，Alan 都专门。白嫖，白嫖，他看我直播，还问问题，问问题，不懂内就送他一个字，干。对，但我没有白嫖你啊，我要把 Selina 娶回家啊。有一些地方哦，还是要那个啦，检查一下。像刚刚我们
觉得那个方向盘，方向盘嘛，调整啊，没办法上架嘛。对对对，对，被之前的车主超坏，我好心疼你。刹车，刹车检查一下，刹车检查。希望他下一个遇到好人家啦，好人家就是我啊。那不要再节目效果了，好吧？我就好心好男人啊。开了其他，你觉得整个加速啊，底盘觉得如何 ？V 六是有 V 六的那个啦，一踩下去不得了了。有，其实刚刚因为在市区啦，我们也不能开太快。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有一个坏毛病，你知道吗？我开车没办法控制我右脚，真的假的？控制不住，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个有可能啊，大概回去一个月之后，牌大概就会先寄放在监理站六个月了。靠腰啊，哎、欸，那是很伤哎、欸，现在超过四十就六个月。我尽量把我的牌留在车上，不要放在监理站。我这人是这样了，上了车很难控制右脚，上了床很难控制双手。哎、欸，所以事实证明，是不是真的开飞机都会有一点追求速度？我跟你讲，你会吗？可是其实也只有在这个起飞跟降落的时候有速度而已啊。没有，我在空中没有感觉，在空中没感觉、啊，没速度感啊，没有。对啊，开战斗机飞三马赫，跟我飞波音七八七点八，感觉差不多，点八六马赫一样无感、啊。哎、欸，像以前很多那个飞官啊，都喜欢开那种萨巴、嗯，那种涡轮车那种，是因为萨巴是坐飞机的嘛。啊，他这个公司坐飞机啊，他才跑来坐汽车，所以很多飞官开萨巴三四。对对，所以你对那个车没有特别的钟情。没有，因为萨巴你知道为什么？他坐飞机，他是坐螺旋桨的啊。哎呀，我开喷虾哎，我喷虾，螺旋桨的太旧了。哎呀，我喷虾不敢。我也想说是你比较奇花一点，没有，肤浅一点。我喷虾哎，我都喷天花板的，螺旋桨只能喷地板上，就跟你尿尿用低的啦，你低的我喷天花板。走，比大小是不是？走。发艺金库，国色天香，温柔娴熟徐海丽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